选举委员会已经接获彭亨、霹雳和玻璃市三州议会议长有关解散第十四届州议会的通知函。选会秘书拿督伊克马鲁丁伊莎发文告说，三封通知函分别是彭亨和玻璃市至期十月十四号，以及霹雳至期十月十七号。有鉴于此，这三州选举的重要日期将会同步在选委会十月二十号，也就是来临的星期四召开的有关大选特别会议中一并讨论。玻璃市有十五个州议席，彭亨四十二个，霹雳则有五十九个州议席。